接下来我们要先统计一下，在各位身上的星数究竟是多少星干？黑豹总计4颗星，李承浩6颗星，杨俊植4颗星，而罗可星6颗星。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系统为我们选出第二轮的勇士，有请。 哇，黑豹哎，我记得黑豹他跟罗可欣说第二轮他等着他。你不要，我在后面。我非常希望他选我，我害怕他站不到下一轮。好戏在后头，罗可欣最后一轮，我来选择你。咱们就按号码从你开始。李承浩。 我很欣赏你，真正在牌局取得胜利的人，不是刚开始排最好的人，而是用生命和执着去打好每一张牌的人。来吧，两位，晋级战，第一战，请准备。答题开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向天祈祷颜命时，不慎碰到七星灯的是哪位将军？后来被斩的魏延。 拿破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最出名为《文献大成》，朱棣的《永乐大典》，爱因斯坦的成功公式，这个当中 Z 代表什么？我想对我的三位对手说 ，Z 代表少说废话。A 等于 x 加 y 加 z， 物理学中的弹性定律，根据提出者的名字，又被称为什么定律？胡克定律。厉害。 古罗马的那座建筑被米开朗基罗赞叹为天使的设计，万神殿。有大学之母的美誉，但丁、伽利略、哥白尼都是那所大学的校友。维也纳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内瓦大学、佛罗伦萨大学。 输一题掉落当场，加油！答题继续。明朝的哪位皇帝在位时间仅有一个月，故被称为一月天子？长乐，长乐，金长乐。这是传说中的哪种神兽？望帝归又叫猴。1918年，辛克莱在评论小说《旅程》时将。 哪个心理学词汇引入了文学界？逆水流。漂亮！一战初期的法国将军霞飞，由于性格稳重、木讷寡言，而得到了哪个绰号？迟钝将军。因全片长达87个小时而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电影的是哪部影片？这个电影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治疗失眠》。迷墙、月之暗面。 都是哪支英国摇滚乐队的代表专辑？迷幻摇滚，平克·弗洛伊德。哪位京剧演员曾誉满全国，并被尊称为“东皇”？孟小冬。太子李显逼迫武则天退位，复辟唐朝的事件，史称什么政变？安史之变。玄武门之变。 有没有遗憾？没有太多的遗憾，挺开心的。我觉得让我感受到了血液沸腾的感觉，我觉得足够了。谢谢陈浩，再见。 现在黑豹的身上总共累积的星数是10颗，本场最高。接下来，你要继续选择的。 是俊植吗？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我要继续选择的是杨俊植。我相信你们两个上演的个人恩怨，在接下来可能会无法实现。我肩上背负的是12年所有战队的期许和期望。
还有杨门虎将掉下去杨介鹏对我的希望，我绝对会一战到底。我想对俊植哥说，倚天剑屠龙刀不可怕，能把它使用的好的人才是可怕的。你固然重要，但是不好意思，我比你更重要。两位热血勇士，请准备。大力歌手，电影业发达，素有北方好莱坞之称的是加拿大的哪座城市？它是加拿大的首都温哥华。被誉为精灵明珠，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叫什么名字？就位于我们南京的玄武湖。被称为林霞词歌手，代表作有《月半小夜曲》的是哪位艺人？我不喜欢的红日米克奇。请听音频题。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这段音乐曾被哪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经典电影选为插曲？美国往事。呀！古龙笔下常与狼为友，击败连城璧的大盗叫什么名字？宋时勇。金庸笔下屠龙刀和倚天剑都是由哪把武器重铸而成的？我们杨家的全铁重剑。漂亮。将篆刻艺术成功申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是哪个艺术团体？位于杭州的思明映射。沈从文所著《编程》的女主角翠翠，其相貌原型是哪位女作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由英格兰名帅雷诺兹发明后在荷兰发扬光大的是哪个足球战术？没有足球才能难倒我，全攻全守。著名的安联球场是由拜仁慕尼黑和哪支球队联合投资建造？慕尼黑1860。耶！哪部小说发表后在法国流传出不读这部小说就没法在政界生存的谚语？他四通八达，红与黑。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乌托邦题材的作品叫什么名字？柏拉图的理想国。美国的哪条公路因为人烟稀少而被称为最孤独的公路？第50号公路。第50号。曾以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的蓝宝石亚当之星是在哪个热带岛国所发现的？印度尼西亚。斩杀了8岐大蛇的是哪位英雄？看火影的都知道，是佐之男。啊，黑豹太强了。哪位暗黑不怕宗师将自己的舞蹈生涯持续到了100岁之后？这是非常诡异的一座舞蹈，大野一雄。哇，这是历史上的哪种著名阵法？鸳鸯阵。这是哪种原产于非洲的烹饪锅具？这是原产于非洲摩洛哥的打起锅。两位没完呐。哪位作家曾被林肯称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斯托夫兰泡沫诗书的小屋。中世纪曾为葡萄牙的首都后被里斯本取代的是哪座城市？可以。杨俊植，哇，燃爆了！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是由哪位英国作家所创作的？刘易斯·卡罗尔。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做过教士的皇妃是谁？
首先要跟一二年所有战队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我辜负你们的希望了。代表的是一二年的最后一个人，我想说，我也是一六年最后一个人。你介意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吗？2012。对不起，时间还在继续，这条长河会载着我们顺流而下。只要你经过自己的努力，剩下的就交给这条河流吧，加油！感谢你们，时间会走，热爱不老，再见。前黑豹身上的星数14颗星。我也必须要告诉大家，今天他能够如此强大的站到现在，那也是因为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失败过，掉落过，所以他重新的站了起来。而且我相信他内心是有一个信念的，就是今天一定要在节目的最后跟罗可欣一较高下。对，因为我现在有14颗星，可欣姐只有6颗星，我觉得不公平。我们不如让时间倒回到2016年，我们玩一局抢答式，你敢吗？你的任何挑战，我都接受。我不需要回报。我要遥望的身份战胜你！哇，要见面了！等一下，我们要先跟导演商量商量这个结果。经过刚刚黑豹的提议，希望能够回到竞速时代。用一场真正的他认为最公平的方式跟罗可欣两个人来进行这轮的答题较量。那么经过简单的调整，首先我们要有请出场的是罗可欣，身边的观众在为你击掌，在为你鼓励，而罗可欣的手上戴着2枚戒指，它承载着2012年一战到底元年战队和2016年战队的荣耀和最后的机会，加油，可欣！加油！加油！有请遥望。黑豹揭下了他的面具，把他盖下来的刘海梳到了脑后。此刻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你们曾经的对手了。今天像是两人对决的时光重现，而今天晚上，两位即将为我们带来最后一场的对决，竞速时代，谁先拿到7分，赢得最终的胜利，赢的那一方将带领着自己的战队挺进我们的复赛。两位，请准备。逃变放逐法是哪个古希腊城邦实施的政治制度？雅典。是。遥望抢夺到1分。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是对哪片农？被打花。漂亮。漂亮，1比1。90壤啊，宫崎骏的第一次合作起源于哪部电影？千与千寻。风之谷。啊。金庸笔下。修炼前必须学会左手画圆，左右火云射。回看，左右火云射。罗可欣更快。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评价的是历史上哪个文学家天团？竹林七贤。
对方加分，又送给姚王一分。因撰写长门赋而得到百斤黄金的是哪个西藏？司马相如。漂亮。3-3。3-3。因出产黄金而在中国古文献中被称为荆州的是哪个岛屿？山海岛。山海岛。啊！再次的送分给了姚望。截止到目前为止，可心你送了3分给姚望了，4-3，顶住。顶住压力，别着急。全世界时差最悬殊的陆地边境是中国与哪个国家的边界？阿福，回看。阿福，阿福。遥望微快，遥望加分。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是位于委内瑞拉的哪个瀑布？天使瀑布。为了探查洪水水情而放出的第一只动物是什么？乌鸦。漂亮耶！不停。大兵，好的。被称为无忧王的是印度孔雀王朝的哪一位国王？回看。遥望微快，微弱的优势拿到这一分到达赛点，遥望才能答对一道题。为着获胜，黄庭坚说苏轼的字像石压蛤蟆，苏轼却说黄庭坚的字像。香格里拉的哪个风景区被国际友人誉为水蓝色水晶的？漂亮，反超，反超！罗可欣再赢一题获胜。那位法国哲学家在发表论文《反抗者》后，曾与萨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再次拉平。那位数学家在视力恶化后被誉为独眼巨人。欧拉。停住，可心，站稳。希腊神话中经常出现在哈迪斯身边的三头犬叫什么？赫尔墨斯。漂亮。等一下，停，收题，可以吗？可心。思念才去小小玉汤圆提醒您，一站到底，马上回来。君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提醒您，一站到底，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本节目由从小我就喜欢你的思念彩剧小小玉汤圆特约播出。一站到底，世界名校宝典，好好看世界正在热卖当中。这本书我们精选了5季世界名校争霸赛的34位优秀的精英的求学故事，可以说是一本在手，留学无忧。而大家非常期待的这才是题库也已经全面上线了。8本书精选8大门类，8000道题目，堪称答题界的天龙八部。从现在开始登录京东、当当、天猫、亚马逊订购吧。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等一下，停，收题，可以吗？可心。他小腿抽筋了，导演组帮他按一下。我不行了。哎，我们给罗可欣一点掌声好吧。可欣有没有问题？没有。大力继续。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战役中发表的著名演讲叫什么？我们将战斗到底。回看，我们将战斗到底。遥望，更快。有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漂亮。日本神话系统前首相太阳女神叫遥望，速度更快。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最后一次游历的国家是……啊 ，yes， 太顽强了！《西游记》中牛魔王的个性。回看，你是金牛。哇，洛克星！洛克星，好几分之后完成了一次这样的一个反超。别号富翁的是哪位在诗书画意方面具有造？屈原九歌中祭祀云神的诗歌叫《云中记》。回看，云中记，漂亮，核心更快。以红橙黄绿白五色来标注小行星撞击地球，洛林危险指数。啊，那个天哪！主持修订了《辽史》《宋史》《金史》的是那位元朝政治家，带领国家队获得2017年篮球欧洲杯冠军的德拉季奇来自哪个国家？斯洛文尼亚。一站到底，马上回来。才旭香香玉汤圆提醒您，一站到底，精彩继续。喝口长知识了，答题才能有优势。本节目由君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特约播出，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优酷视频，上优酷看一站到底，观看更多幕后花絮及精彩内容。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带领国家队获得2017年篮球欧洲杯冠军的德拉季奇来自哪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彼此，所以才有了今天如此的成就。特别感动，这场比赛已经超越了胜负了，相逢一打泯恩仇。洛可欣在一战到底的舞台上面努力拼命的样子是最美的。好的，我们再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坚持到底一战到底的遥望。同时我们要有请出王彦博。喝知识，长知识，恭喜遥望王彦博成为本场的知识达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遥望，他做到了。